刨冰啊，关键不是压力，我要的是刨冰棍。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人是谁？还是那件衣服啊？吃灭霸的炸鸡了啊！又来吃灭霸的炸鸡了，兄弟们，太带劲了啊！还是这锅油，还是这个灭霸，老香了，还是这个骄傲的小表情啊！炸鸡好了，哎呦我去，没炸熟，再拿回来回回锅啊，再死灭霸啊！干啥的？用嘴放了个屁啊，兄弟们，赶紧卫生啊，实在喝不下去了。老头惯例给我先刷刷杯啊，他洗手没洗手啊？网红老头啊，必须给我个那个赞啊，兄弟们。玛莎拉啊，就是这个有点臭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有点臭啊，我算研究明白了啊。万能洗手盆儿啊，啊 ，Thank you， 来了，兄弟们。用嘴放了个屁啊，兄弟们，赶紧卫生啊！实在喝不下去了啊！又来买这个老头的刨冰了啊！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我要的是刨冰冰棍儿啊！哇哇，这简直是一个艺术品啊！OK， thank you， 尝尝啊，哎呦我去，干净又卫生啊，还是多少带点臭啊，炸上了啊，这灭霸给我炸上了，这老油啊特别健康啊，都深不见底啊，我靠，他这个人真是不错，兄弟们，他的人很好。No, dangerous, no。Hello， 这不灭霸吗？这不我兄弟灭霸吗？啊！干净卫生啊！
印度暴兵啊。哎呦，干净啊，这回头一个给我刷杯的啊，这老头。好嘞。Thank you。今天有股臭味啊，老凉了，干净卫生。灭霸回来了啊，好几次看不着他了啊，那个老头子，那个死猪啊，整那个小眼死亡小眼神跟我俩啊，这个油啊。咬一咬啊！阿志斌，别说 ，OK。炸鸡拿回来了啊！干净又卫生。他新刷了水呢。哇！今天呢换新油了，今天这个油老干净了啊！这个是给我们装的圆抽柠檬炸鸡中，炸鸡差不多了啊，翻一翻。多干净，把那个渣子捞出去啊！这回可真是干净又卫生了。尝一点啊，现场吃一下。哎呦我去！干净卫生啊！今天要来买炸鸡了，这个是我们要的炸鸡，是三个 1, 2, 3 然后它在烧油，油还没热，热了以后就可以炸了啊。好了，开炸了啊，鸡肉已经在里面了，然后炸好了就可以吃了。这个老灯有点不大正经啊，鸡好了啊，好，鸡快出锅了，干净又卫生啊，老有食欲了。老头撒上料就行了，吃个干净卫生的炸鸡。柠檬暴兵啊！哎，他怎么拿手接暴兵？不是应该拿个杯接吗？啊，对，拿杯在手里呢啊，没看着。这个是暴兵冰棍啊，这个老带派了啊。带派是抠上的名言啊，我今天临时借用一下。哦，这个冰棍鲜艳啊，兄弟们。死亡玛莎拉。OK， 再看。
特别好吃啊，把这个汤啊精华都在汤里。哎，稍微臭点啊，干净卫生，兄弟们。